雇员工作人员用铁锹攻击了一位悲痛欲绝的父亲，他以为该男子正在向他甩脸色，双方立刻大打出手。一名衣着得体、体态端庄的女子突然尖叫了一声，然后一阵哀嚎。一名男子身穿着双洗内裤、鬼洗的内牛仔裤，神情异常。该男子在他眼前坐下，一边吃着自己的大便，一边向非常恐慌的女子傻笑。天哪，太恶心了！居然没有分我吃！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就这么的，还有周围还有孩子啊！女子久久不能平静，心里认为怎么好吃的料理，我居然没有吃到。于是乎，她报警了。我快去好了。默剧表演，天哪，有没有搞错？男子最近刚从日本旅游回国，只是正在品尝带回的奢侈甜品而已。人家在吃甜点，你说人家在吃大便，好可怜哦，好可怜，真的好可怜。博伊德局长，谢谢你保住我的工厂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。像这样的，像地方。这地方像你这样的人年头不多了。哇，他不帮我了，没关系。杰克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但我肯定你会后悔。我们的交情到此为止，等着瞧吧，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。等一下，他也没有给我钱啊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他不是说会给我钱吗？杀人，艾米莉奥是个杀害妻子和岳父的首要嫌疑犯，嫌疑人近日保释出狱，当时。梅德拉诺正在与一名律师一同为听证会做准备，讨论他的辩护词。双方很快发生争执，大声争吵很长一段时间。梅德拉诺先生突然冲出议会议室，几分钟后持枪返回，他开枪射中了一名律师的头部，其他人均连忙抱着头蹲在地上。律师打了个电话报警，通话时又听到了三声枪响。我被他发好人卡，原来是这样。聚众斗殴欸，应该可以吧？少两个应该是没问题。等一下好了，哎，回来了，好了。一群客场球迷正在高唱一首名为《婆里堡废物堡》的侮辱性歌曲，并向场内抛掷玉米芯。主场球迷并未忍气吞声，双方马上大打出手。各种悲情。艾米莉奥站在会议室，手动持枪，背靠着门。他将两名男子逼到角落，用枪瞄准他们。地板上躺着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人已经不动了，另外一个人捂着肚子呻吟。怎样，愉悦，可以玩了是不是？
你不是说要明天吗？用地提枪攻击这个混蛋！哎，逃！我傻眼了，居然没有电到。是吗？等我一下哦，我先开启我 Ubisoft。UBI 说9点就开了，是哦，那我要换游戏了吗？我先登一下我的账号看看。距离准备完成还要十几分钟欸，为什么？屠杀。几十名学生进到丛林。扎营过夜，他们扎起了帐篷，生起了火，喝了几瓶酒，唱了几首歌。午夜时分，他们突然遭到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袭击。该男子头戴塑胶袋，手持短柄斧。一名男子成功逃到公路边，拦下一名路过的汽车，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其他学生生死未卜，这么惨哦。没有新图片。可露安安，玩了这么多个半夜还没玩完，对啊，就剧情很长啊。等一下呢，我先把 Steam 游戏关掉，开 Uplay 看看可不可以执行。只是我要先等它的故事跑完，自动存档。屠杀，没人死，好险。第102天。OK，还在更新呢，还没好，还有20几分钟，所以我也不急。更新完都10点了嘛？对啊，有不知道在下载什么鬼东西耶？哦，它在启动啦，所以它启动下载要一段时间。上个厕所，等等我啊。
小优安安，安安你好，你好安安，小优安安。广播站面临追加税，食用不洁的蓝丝奇派对 cookie 可能导致痉挛。研究不明，流浪狗凶于鲨鱼，流浪狗凶于鲨鱼，怎么可能？什么东西？几分钟起来想上厕所，怎么又上厕所？不意外，对啊，不意外啊，很正常啊。我水喝太多了，就会这样啊。我大概水喝下去大概十分钟左右吧，十到十五分钟就会把它尿出来。哇，好久没看他，真的耶，超久没看到你了。LOIO， 德里今天没上班。我拿到了电视节目的入场券，我一直都想上电视，可以请假吗？不可以。市政府。去年我们积极打击未登记的经营活动和钻漏洞、钻法律漏洞的灰色企业。我们出台了更加严格的规定，提高经营门槛，尽量防止仿冒商泛用租用办公大楼。我向我市进口商品。当然，他们立刻发表极度不满，并威胁要在市政府大楼下举行抗议活动。我们必须要你教训教训这些寄生虫，让他们知道遵纪守法的重要性。必要情况下，你可以使用武力。葛了。好可怜哦，告密人被我练练又死掉了，早我不用再用告密人啊，超浪费时间的。又要花钱了，不利于瓦家的证据好了。市长是在帮他们几个企业、大企业的朋友，他的这些做法不合法，基本上就是要摧毁城市的小型企业。他的很多提议都违反联邦法律。如果警方动用武力，最后背黑锅的那个人就是你。你最好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以免事态恶化。这个是栽赃给警，这是栽赃给那个黑帮。我们可以找个人证明他们和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士接手黑帮的报酬，黑手党的报酬，替他们破坏和平的抗议游行活动，是他们带来的武器，是他们引起的冲突，是他们用石头砸窗户。很明显，黑手党希望扩大他们在大型企业的影响力。当然，他们要想办法把那个远景灭口。斗殴，校长报警声称食堂内发生激烈的口角冲突。米嘎尔在艾玛的手持餐盘路过时，大叫：“喂，肥婆，你那两个大奶子呢？”艾玛瞬间脸红到了耳根，对米格尔一般拳打脚踢。周围教师并不愿意干涉，米格尔他嘴贱活该，真的是嘴贱活该啊！实况会分两派 ，PC 党看看门狗 ，PS 4党看，我觉得没差欸，没有差，没有差。应该，我觉得看那个太空战士的会比较多，因为太空战士新上市，可是看门狗已经出了一阵子，所以太空战士会勇夺退取冠军，
应该会前面几名，可能还是会输掉 LOVA， 但是会排名蛮前面的吧。我个人猜测，这是李啊，杰里贝尔在公园看到一名身穿警察服的男子行径可疑，他在公园里逛来逛去，对着人大喊大叫，见人就拔枪，非常危险。然后他又跑到了狗堆里，在草地上打滚，很明显脑子并不正常，把大家吓得不轻。而且说实话，感觉他也不像是真的警察。哈啊！伯伊德先生，长期以来我对妇产科诊所的行径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虽然那里其实就是淫妇堕胎的去处，可喜的是他们的管理成功顺管理层公顺认罪，并为我们教堂进献充足的营养剂，那是神圣粉末的必需品。可是最近那家医院换了个主管，新主管不像他那样虔诚的前一任一样为教堂继续进贡，还好我很快找到了那个供应商，神圣粉末的生产并没有受到影响，但是需要有人给这个自命不凡的医院新主管上一课，教他们学会基督徒的谦卑美德。我相信你手下有人知道如何用手术切除一个男人的命根子。对了，不必打麻药，我理你嘞。指定投票投了哪些哦？有啊，我那天在礼拜五开台的时候，隔天之后我就有先开台跟大家讨论投票的东西。我投了一些大作啊，我都投给大作。是否暴力镇压抗议活动？当然是啊，我都花了30000块了。看到警察来了，该男子走上前向前敬礼，那身警服明显是在服装店里面的仿品，枪倒像是真的。警察先生，现在局里可需要你的，情况危急，我们快走吧。北七，真的遇到北七就用北七的方式了。炸弹恐吓，喂，警察局吗？小学校旁边有一颗炸弹，一帮声音高亢而且清晰，但是旁边有干扰信号，随后消失。假的，我不相信啊。今天爱迪堡汉堡店举行年度吃薯条警报赛，现场需要一名警察。那你为什么要两个位置？我不要去好了，我觉得应该是假的。每次这种炸弹报警都是假的，几乎没有真的，真的都是会有一些人跳出来讲一些有的没有的。成功了耶！铲除黑帮，40000。警方搜查了学校，没有发现炸弹。其实是一名为丽丽的女性，因为一门考试没有事先准备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造成学校休学一天，从而避开今天的考试。唉，炸弹都是假的啊。某个戒毒中心的一名病患偷走了一部价格不菲的呼吸面罩，并将自己反锁在一个柜子里。护士试图动之以理，然而他只是将面罩抱在怀里，坚称这是他的财产，
医院的工作人员试图将其扶起时，他从口袋掏出一把刀，刺伤了一个人的肩部。啊，这么严重！某大型玩具店的保安已经怀疑偷窃商品为由拘禁了一名男孩，他裤子里肯定塞了些什么东西，但是我怎么都找不到。这个小毛贼哭得没完没了，快点派人来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人家裤子塞了某个什么东西，干你什么事？人家现在被你吓到逗丢了。你所以才找不到嘛？难道也有错吗？我觉得这绝对是栽赃哦，栽赃。你家小男孩不可以天生就比较异于常人吗？毒品交易，我今天收到了一名匿名报警。该消息声称有一大批的海洛因将于今天晚上到港口，货物上有重兵把守，贩毒分子不会轻易丢弃毒品而去的。晚点去好了。我在说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。男孩事实上并没有偷窃。他妈妈将保安严厉的斥责了一番，受到惊吓的孩子带回家了。出发 ！Let it go, let it go。哎呦，10月26号要传唤，来啊，来啊，传唤我啊，没在怕你。但是我这边没有人欸，我觉得他可能会需要，欸，不用欸，海洛因，死人吧，死什么死啊？酒吧老板报警，声称店内招待员遭到一名顾客袭击，招待员感觉他年龄太小。他又不给人看人家身份证，就不愿意卖他酒喝。那小孩子火冒三丈，一下子就跳进了柜台，砸了一瓶威士忌。现在说要统招待，这么凶。杀人没有新的。吧台有一名男子，手里攥着一枚玻璃碎片，酒吧招待已经吓坏了，眼泪汪汪。嘿，伙计，我们走吧，我车上有瓶威士忌。哈哈。我真聪明。非法集会，一群人聚在赌场面前高声呐喊，希望佛利堡全面禁止赌博。他们不断呼喊小赌伤身，大赌夺命的口号。赌场方面聘请了许多身体强壮的年轻男子压制人群。上吧上吧，这应该是今天最后一个案件了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没了耶，这杀人应该没有啦。应该没有扫照片，肯定是扯我的。对，找不到啊。还是没有这一张。
欸，又一缺一张欸。现实有发生，只是香烟，死屁孩。哦，是这样哦。OK。103天，10月25号。好，我们准备执行游戏。Watch Dog 账户会在你以下启动产品。OK 啊，我先确定一下我这账户是对的、哦，不要再跑到我另外一个 Uplay 的账户了。啊，真是气死我！上次花。的钱，结果那个找不到旧账户，直接系统自动帮我创立一个新账户，扯。我本以为只是在测试而已，结果就一点下一步，点完之后就开始了，我整个傻眼。卡卡，晚上好。我截个图，等我一下。换个游戏，现在改 Watching Dog 看门狗2。不好意思哦，因为今天原本就是预计要玩这款游戏，只是因为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。那刚刚才知道，原来它已经上市了 ，PC 版。所以我换一下游戏哦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会重开一下。Hello， 大老爹安安你好。哦，新闻有报，为了买香烟，想看他证件，他恼羞就开始叫小孩闹。哦，那你说那个我知道，我想到了。OK， 那为了让大家确定一下我开的是开门狗，所以我必须要把实况重开，那你们要先稍微等我一下哦，不好意思。